一个大活人给丢了，他倒是不着急，还在那屋里坐起壶来了。他心里倒是装着事儿没有啊？三德子，哎，咱不等他们了，就咱们三个人先把小桃红救出来啊，然后一行的案子也不管了，你们想待待下去，我回京了。别介，主子。 这事儿还没有个头绪呢，您怎么就打退堂鼓了呢？刚来的时候，您的心气多高啊！我把小桃红都丢了，我能不急吗？您别急呀，您看我把万岁爷给请过来，这事儿啊，我看啊，就院反映。 凭什么怨我呀？我看就是你坏的事儿，我怎么会是我呢？法医，我告诉你，哼，在苏州的时候，你成天就知道熬粥，什么正事儿也不管。这回让你去找人吧，你人也见了，话也探明了，为什么不把人救出来？哎，就是一时救不出来，你看上一眼也行啊。 是死是活，你还不知道呢，你就这么回来了，这算办事吗？啊，说，我该怎么办？你说说，把他们家砸了，把事儿捅出去，到时人家有冤的有仇的案子可怎么办呢？哎，对，你们瞎吵吵什么呀？啊，人丢了，谁不着急呀？我比你们更急。法印呐，你看看咱主子都急成什么样了。 见天的，连一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啊，还得自己伺候自己呀！你说这事儿不怨你，怨谁？怨我，都怨我，怨我！人又没让我看着，这会儿丢了，反正你们没责任了，都怨起我来了。当然怨你了，你们俩丢人也不着急，没良心！哎呀，就怨你。 你太笨了，你，啊！你连个人你都找不回来，你说你笨不笨吧？哎呦，急死我了都！别吵了。这个胡嘴啊，我今天是安不上喽。哼！哎，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这么多的嘴都在嚷嚷。今儿个我想听的话没听着啊。 张师傅，哎，这个胡嘴儿，我就不装了。哎，您走好。哎，你们都别怕，昨天你们不都听见了吗？那个在院子里来闹事的和尚是来解救我的，只要我出去了，你们也待不长。昨天来的是和尚吗？嗯，是啊。 怎么会和尚来救你呢？听了像是水漫金山寺里的故事，你们别瞎想，不是那回事儿。除了和尚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人呢。他们肯定也跟我似的，天天时时的想着我。他们想我想的，肯定睡不着觉。 我真是一天都没离开过主子，他不知怎么样了。他们一定想着我呢，我也想他们。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们都想哭了。咱们索性哭个痛快吧，让院子里的人都不得安生。<笑>都不说话了？啊？刚才朕不在这儿，说了那么多的话，喊得这一城人都能听得见。现在怎么了？都一言不发了？都说了些什么？再说给朕听听。没话说了。
那朕再去安虎嘴了。万岁爷，万岁爷，我有句话想问您。说吧。小桃红都丢了2天了，你怎么能不闻不问，还在那儿安心做糊？我们来时5个人，回去时变4个人，难道你能安心吗？小桃红虽是个下人，可是对他如何？ 不是一样也能看出您的仁德之心吗？你现在这样做，让我的心很冷。这件事儿啊，朕可不是没有想过。只是朕现在觉得做糊的事儿，比这件事还要大。行了，你起来吧，坐下。你们是怎么想的？不妨说说，坐吧。回万岁爷。 一奴才之见，济探明小桃红被搬到我捕去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人陷入虎口啊！该速速地去把他救出才是。怎么救法啊？打进去，抢出来不就得了？好法子，就是简单了，不够妙。怕是你打得进去，抢不出来。依我看呐，您怎么看？救啊，不如不救。 万岁爷，我们说的可都是正事儿，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再说了，小桃红若有个三长两短的，丢的不是我的面子，是你皇上的面子。哎，这件事朕岂能不懂呢？啊，但是朕想过了，班德武这个人，在没有弄清小桃红的身份之前，不会对小桃红怎么样。再有，小桃红没有丢之前，朕就想过。 咱们要是有一个人能进这班德武的家，哎，那该多好啊！弄清了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免死牌，免死牌又是个什么样，藏在哪儿？你看，这不是天助朕也吗？小桃红果然就被这班德武给抓进去了。所以啊，此事不妨因势利导，将计就计。所以啊，朕以为小桃红在里边。 比不在里边强，怪道，我们这儿都急得火上墙了，您还在那儿可以做糊，和一个毫不干此事的人闲谈。原来您是有了主意了，您干嘛不早告诉我们，害我们着急。哎，遇事情在前，不如理在先。一个人的事儿是这样，那一个朝廷的事儿，它更应该是这样啊，万不可。 情令智昏，说得好，情令智昏最要不得，一定要避开这个情字儿。切，哎，朕说那个情字，可不是那个事儿哦。哼，再说了，这个张师傅，他也绝不是毫不相干的工匠。朕感觉他，实在是我们要弄清此案的关键人物。 哎，三德子，在，你去把那个张师傅请过来说话。我看呢，今天是时候了。张师傅，万岁爷，万岁爷，啊，人没了。什么？ 这屋子里是空的。哎呀，这下好了，这又理不清了。这有了年头的紫砂器，如做了藏品，常年不用就会湿润，吃了泡茶时的茶色，神迹呢就不神了。所以要经常给它擦茶叶汁儿。哎，上了茶色之后。 还不够，还要用这只手来擦。你可别小看了这只手。为着它，我费了多少心思。第一，要未婚之处女的丰腴之手；第二，在她活的时候就把它剁下来；三，剁下后。 要去骨抽筋，又不能使其干而无油，所以
要用人忧来亲。凡此三点做到，像我五爷这样的人都觉出难了。你说一般的人敢说玩这个字吗？不敢不敢。嘿嘿嘿，用这样的手来摩擦他，他自然就神采毕现了啊。前些天抓来那个小丫头怎么样了？五爷，还好，我把她关在柴房里了。可是我觉得她的手还不够丰腴啊。刘三儿，你什么时候变得怜香惜玉了？多虑了。我没说想要他的手，我是觉得他城里的朋友，比如说那个和尚什么的，不来闹事了，有些奇怪呀。哎，五爷，他打听清楚爷您的名号，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来呀。我看他倒不是没胆量的人，或许有别的什么用意。这样吧，把他从柴房里先放出来，让他端茶倒水，调教调教。五爷，怕？没什么可怕的，按我说的去办。我这就去，我这就去，五爷。啊，五爷。这你也看出来了，那是给供春湖留下的。哦，总有一天湖来了，我要庄庄重重的把它摆上。我一天看着它是空的，我这一天心里就疼得像剜心一般。啊，我去了。拿钻石来，拿钻石来。找到了吗？在哪儿？湖，湖，湖，没有了，湖都没有了。我们砸了几天了？三天了，三天三夜了，都砸光了。钻石找到了吗？钻石啊？什么钻石？钻石找到了吗？什么都没有啊！你胡说！你胡说！我怎么会没有呢？一定有！再找找，一定还有一把壶，那把壶里就有钻石。我这找啊！你快去找啊！找。哎，师傅。啊，师傅，啊，你看，这还有一把壶。哦，看。对了，对了，我说还有吧，一定还有一把壶，怎么会没有呢？来，拿来。哎，你就在这把壶里。掌柜的，你过来，你过来看呢。就在这把壶里，知道吗？金刚钻就在这把壶里啊！别砸了。为什么？就这把壶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胡说，怎么会没有呢？金刚钻三颗就在这把壶里，我断死了就在这把壶里。找到了，我真找到了，它可真亮啊。掌柜的，我真找到了金刚钻。过来。掌柜的，你快过来看这金刚钻，多亮，多
多明，多值钱呐！掌柜的，过来，来呀，你过来看呐！你看这金刚钻，不止一颗，也不是三颗，是一堆，是一堆呀！ 没有，那不是，那是翠湖渣子。掌柜的，你醒醒！你看清楚了，你看清楚了，我发财了，我发财了！你知道吗？我发财了！我发财了！我不再是我了，我是城里的大财主了！我发财了！ 站住！站住！干什么的？你看见了，我是背柴的。背柴的。张师傅，你就是再换身衣服，我们也不会放过你。这次怕是你的命都保不住了。嗯，要杀要剐，就由你们吧。哈哈，这儿不是地方，杀你。 在山上杀你，我不成强盗了吗？抬过来！张师傅，请你先入棺吧。看清楚了，我这可是上好的棺材。 春湖结案，万岁爷，我找了点东西，您看看去。万岁爷，您看，公春湖结案，公春湖，这儿还有呢。 这是有话没说完呢，为什么不说呢？不信任我，三德子，在。
你是不是跟张师傅说什么来着？哎，奴才冤枉啊！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呀。那他这一去可是凶多吉少啊。更衣，咱们去搬德武家探个虚实。这儿走。这，五爷，五爷，嘿嘿，好消息呀！嘿嘿，好消息。宋大人，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宫里传出来的消息，你知道吗？ 于世龙于大人要到咱们宜兴县来了。宋大人，请坐。请看啥？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皇上御典的于钦差，这您还高兴呢？有些官可不愿意见他。嘿，我愿见，我愿见。 这下正是我李跳龙门的时候啊！怎么讲啊？你想想，我做知县10多年了，苦无出头之日啊。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利。啊，我好容易经营了那么些匾，啊，却无缘叫世人们见识见识。这次钦差来了。 岂不是天赐我的良机吗？嘿嘿，钦差看了，就是皇上看了，皇上要知道我有那么多的匾，哈，哪有不提升我的道理呀？嘿嘿嘿，怎么着也得连升我3级，到那个时候我是高官任座，骏马任骑呀。那样，咱俩可就见不着了。哎，不会不会，绝对不会。 有我怎么能够没有你呢？有我的官做，那就有你的利；<笑>有我的利，那就跑不了你的官儿。哎，咱俩是一条线拴着的蚂蚱。说得好，这次呢，还得请你多帮忙啊。讲吧，要多少银子？我还没开口呢，您就知道了。钱不管多少，出。<笑> 嘿嘿，班德五爷，说句心里话吧，没有你，哪有我宋龙图今天的风光啊？啊，相互的，有些客气话那就不必说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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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那我就告辞了。告辞，告辞。哎，那卷还在家中等着分享我的喜悦，分享喜悦。这样的好日子过得越慢越好。<笑> 哎，好，哎，刘步，刘步啊，刘步，棺材，出门见棺材，升官有发财，嘿，好事儿。上轿回府，哎，告辞告辞，我送。 哎，见着棺材了，好运气！哎，五爷，回来了。这么晚了还往家里带棺材，你不看？你们说，这棺材里是有人的还是没人的？这么重，我看像有人。放心，你看，如果有人，跟咱有没有关系？这么鬼鬼祟祟，一定有。 是黑道是。
行了，张师傅，张师傅，我真是二番打扰各位了，真是万分感谢。张师傅，请起，快起来，起来，起来，坐。坐吧。张师傅，不用说这种话，真要说，也不是一个谢字能担得住的。说的是啊，大恩不言谢嘛。 我这儿有把壶，用我的壶。我去拿茶叶。啊，不，不用茶叶，自管注水吧。我去拿水。水来了。 各位已经嗅到了茶香了吧？哎，是。这，就是阳羡老吴的妙处之一。紫砂壶兴于供春之手，如今传世的，据我所知，只有这一把壶了。历史已有150多年了，这把是我家传了三辈人的一把壶。三辈人天天用它喝茶。 茶香已浸透壶身，所以不必放茶叶，空壶照样也可以沏出茶香来。此乃验证老壶之一法呀。真是奇妙。我已经蒙几位两次相救了。我已经想通了，此壶。 留在我这儿，始终是祸根。凭我的微弱之力，是无法保护这么贵重的器物了。既然几位是冲着壶来的，这壶就归您了，啊，三爷。我也随他们几位称呼您一声三爷。 您收下吧，张师傅。君子不虑人之美，您这么贵重东西，我们怎么能要呢？再说了，我们实在不是冲您这把壶而来的。我是说过壶的事儿，可是张师傅，我们从不知道您有这把壶。再说，我们也不是冲这把壶来的，我们是为了。 我们是为了人。哦，我看说了也罢。张师傅，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解。我们此番来宜兴，实在不是为壶而来，是因壶而来。我们所需的，实在不是一把壶，乃是壶中的故事，壶中的冤情啊。 我今天说句埋在心里的话吧，为这户，我已家破人亡了。几位容我今夜有个喘息，明天。
我让大家来陪我难过一回。我也正有此意。法印，在，送张师傅回房歇息。哎，谢谢。来，不用，我能走。没想到，这张师傅还真是咱们要找的人。万岁爷，您是怎么找到他的？哎，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吗？我的主意？我出什么主意了？万岁爷，您别又拿我取笑啊！哎，真是你的主意啊！啊，三德子他就知道。啊，万岁爷，这我可就不知道了。哎。不是你们一块买了那么多紫砂壶，买了砸，砸了买，弄得全城人都知道，那有冤情的人，他能不为之所动吗？哦，我明白了，感情咱摔壶不是一个特笨的主意。嗯，我看啊，笨到家了。啊，三德子，更衣。这儿。哎，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晚吗？哎，朕可是一点睡意都没有啊！啊。我发财了！我发财了！我找着金刚钻了！我不是我了，我是宜兴城最大的财主了！我发财了！谁？这么晚了，谁会来呢？只有风。清风识明月，兀自乱敲门。谁的事？我的。不同。为什么？我看应该是清风逐彩云，夜深轻叩门。谁把你当做清风了？我不是风吗？那你手里这扇子又是谁的呀？你的，还你。这不是清风吗？你是清风。你是彩云。吃了我的药，治了你的病，还你船名；吃了我的药，不治你的病，赔你前朝。专治疑难杂症，药到病除。走，哎，专治疑难杂症。站住！站住！干什么？你赔我的子孙哥哥，不然砸了你的招牌，拉你去见官。哎，有话说话，拉拉扯扯的像什么话呀？哎，有话好说，别拉拉扯扯的。上次我给你治好了病，你还没付我药费呢，东西都没有了，还说什么说呀？我告诉你，你赔，你赔，赔，别叫不别先走。哎，好好好好好，让我赔也可以。让众乡亲们给评评理，你先说说你得的是什么病？这我，有胆量做，没胆量说，你还算什么男人？走，咱们走。走走走。哎哎，好，怎么着？别走别走。我说，我得的是花柳病。
你还说什么来着？我说，长眉鱼花街柳巷，不想就染上了。哈，当时我问他，他家里头可有妻子后代？有一子一女。你看，你有一子一女，那你为什么还要到街上去寻花问柳呢？你猜他怎么说？有钱，没事干，闲得无聊。哈，我说好，这病啊就好治了。我当时问他，是要怎么样的医治？是要表面治一治呢，还是要去根儿？当然是要去根儿了，不去根儿，我治他干嘛呀？大家都听到了吧？他是要去根儿的。是是。那我有什么错呀？去根儿者，是党亲连体根据也。啊！我要去的是病根儿，我又没让你去我的子孙根根啊！哎呀，你这病啊，就是由这子孙根引起的。这，我当然要给你去根了啊！去吧去吧。哎，众位乡亲们，容我多一句嘴：去青楼会得病，其苦莫大也。哎，专治疑难杂症，药到病除。吃了我的药，治了你的病，凡你传名。哎呦，于大人，于大夫，大夫，哎呦，小兄弟，我们正找你呢。来来来，啊，你的病怎么样了？啊，我的病啊，病好了，病好了。哎，你看，这不能干活了吗？啊，哎，你们俩怎么这打扮啊？你看你这什么打扮啊？啊，怪臭的。哎，没法子，我命苦啊，哪像你呀，坐监都有人伺候着。别开玩笑了，圣上如何？啊，好着呢。我现在去是时候吗？现在？嗯，再过一天事情啊就明了，现在去啊早了，你搅了他的局啊，他又该不高兴。哎，我说你啊，真要担着这粪桶满街跑啊？啊，你这威服越来越生动了。我得去看小桃红，哪有担粪桶去看人的？小桃红用你去看吗？小桃红被抓了。什么？什么人连小桃红也敢抓？呵，厉害着呢，就是那个恶霸班德武。跪！拜见五爷，五爷吉祥。拜见五爷，五爷吉祥。庭审。请丹书铁卷免死牌。开始，教子就位，即下跪，为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岁在丙戊，不孝后人班德武仅以一门六十三口恭祭先祖所留下太祖皇帝所赐之丹书铁券。嘘，你怎么进来的？哎，我从后门装了个粪夫。主子们可好？主子，
说，快说说呀！哎，承您惦记着，好着呢，就是都想着你呢，遗嘱子为你哭了好几天呢。回去替我好好谢主子，就说我挺好的。原想啊，当夜就救你回去，可万岁爷说这院子里有个人倒好了，可以随时报信儿，所以就……万岁爷想的对着呢，今天他们正在祭牌呢。什么牌？免死牌。啊，真有啊！我亲眼见了。在什么地方？就供在中堂了。那我得赶紧回去跟主子说。哎，你可得注意点自己啊。没什么，大不了一死。主子，他能看得起我，是给我多大的脸呢？哎，是。要是实在躲不过去，就是这药啊。千秋。